风水。师法师，各位同修啊，各位十方甚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咱即马伫象鼻山仙佛寺诶正门口，仙佛寺正门口，入去就是咱诶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。啊，咱伫仙佛寺诶正大门内山门诶所在，拄只所讲诶。禅机山仙佛寺风水地理记，举望华山贵尊莲。华山伫倒位？就是对面遮的九十九峰，叫做华山。对面，华山何事国孙莲呢？华山是啥物代志？隔遐一条溪遐深，就是咱的生死大河。对面九十九峰，咱所对出去呢？那是一个土星。叫做巨文星，啊，是咱对上头就迄个是一个巨文星，启蒙土星为岸，因为咱先佛寺神顺丘米为土，后为金星，前为土星，土星来生金星，而土生金，岸来相生，那呢？座山，后山，后山是一个大金星，就是武曲星，前面一个大的巨门星，巨门星，我们九星里面就是二黑，二黑是老母，属于土，后面金星呢属于老虎，属于武曲，所以二六十中，二六西中。二六交过叫父母交过啊，而且二六十中呢啊，它本身相生以外呢，它也是代表着表示着天地的前缘，这二六相生啊，那叫做一脉无边坎瑞然，所以也行出境界境界境界行行顺顺。那呢，现在这个法门，微心中的法门，也是本着二六，外面有形的先天的形气，啊，那么形成它一个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前面土星，啊，土星呢旁边弄火星，你要看呢，啊，前面的山弄火星，那么叫火。啊，生土，啊，火生土，土星边遐渐渐渐渐渐渐遐咧，拢好多土星。土星呢，就在中宫旁边那火星，就众星拱月，众星拱照。而且呢，啊，这个也是一个呢，啊，火，所有火生土是炼丹。刚好我们是一个金丹法门，是炼丹的法门。炼丹以后呢，丹气相辉映，照来仙佛寺。啊，那都必须煮火生土，变成炼丹。那么南街的仙佛寺，啊，仙佛寺呢，我设计这个形状，啊，这个形状呢，龙口龙
开口，龙开口，迄只猪，哈、啊，龙吐猪，龙戏猪，龙含猪。哦，这个地理先天就安尼，恁唔知道有看到无？啊，过去有看到无？啊，所以形状的重要性。啊，那么前面最高那一点呢、啊，那个象星呢，中间有一棵啊很大的松树，原来有三丛、三丛，咱都向着这三丛，三丛嘛是三仙六官标，福禄寿，福禄寿。三星拱照，好，那咱头前这个呢，就是湖海星辰。头前这片这大片呢，就像一个湖，像一个海，上面有很多的星辰，金木水火土，哦，足侪足侪山，哦，火星、哎土星、哎木星、哎是什么星，水星都有，湖海星辰来拱照，代表着所有的十方。法界众生拢来共造着咱的妄想多造，包括现在咱的这些乡亲信徒，伊嘛已经来到这，未来，哈啊来拜多造。那么除了欢迎以外呢，啊，咱也这是一个视线。啊，那么这八百烟花的两旁，我们左右杀，你只无看啊，左右杀无看啊。好啊，所以这个点呢。我们看地理的时候，条件，明堂大，明堂这么宽，明堂大的，所以格局就大。啊，我们自己的三宝寺、大凡寺，格局都比较小。啊，朝廷暗，很近很近呢，格局的旧。啊，所以本仙呢，格局朝廷明堂爱大，爱容纳千军万马。再来。咱对面头前去的嘛是拱，那也是鼓，啊，右边是旗，那边是旗，右边旗脾星，啊脾星，啊左边是辅星，这边是脾星，啊那边是鼓，叫旗鼓相当，旗拱相当，啊那里又是千军万马，你看黑头树人徛尾安尼一直撞出去，你看有无？头前迄个山。啊，像你前面呢，一直挡住你，各弄那鼓呢，你在后面打，主帅你姐姐这个控告的时候，哦，千军万马，旗呢是出征旗，那个旗啊，右边的旗是出征旗，妙不妙？自然的法则，自然的搭配，啊，这是整个外局的。那么至于呢，咱里面家呢，以后有机会。慢慢一点一点甲各位解说，好。叶金是大侠，大侠。啊，咱各位同修阿弥陀佛。啊，咱即摆呢，啊，介绍什么事？咱这第一个山嘛，多谢。你看一下九九华山会尊呢，对下面来看，这冬凉。虽然电条真多啦，但是电车后天呢，一升天呢，蛮较冬凉。我们咱新闻师，这个所在咱天梯，这三个石头，恁有诶买诶人，恁毋知这三个石头是啥意思？这本来就是啥？那里呢？喜报三元。我开始三块起家，三元起家，天地人，天地人都可以。好、哦，这天地人三才，他一个不管是多的动，所以我这三元人家一块的人家起家，易经的大道理普卦。我是想对三块起价。好，我们易经也是一样，六爻，天、地、人，内二爻是为地，中二爻为人，上四爻、五爻与六爻呢是天。
所以我们当时呢，我开这个门的位置，做方向也是要对着头前的呢，啊，叫同源一气，啊，同源一气，但是不对了呢，那里还有多，那里你爱你要大门一定要有朝拜水，对面的话，遐向上呀，遐有一朝拜的水，朝拜水来，咱开大门一定要对着头前有山的朝拜水，这个大门气才是会着。好，好了，那么今嘛就来开始来讲这个呢。好，为什么要一个上一个下，一上一下，啊，中间呢隔个啊挂花些呢？站在美学来讲，当然是要比较漂亮；而站在禅的来讲呢，这上面是可以入将出来，出相入将出相，啊，即摆爱磨练成功以后，啊，要舒舒稳稳出嚟。啊，咱各位同修咧，恁当然是好比较长，哎呦，这管啊刺激脱了活动，结果没有去悟到。再来咧，本着老祖八宝心法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啊！大宇宙的法则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。那你人世间的事情，该来都会来，啊，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该来都会来，该去就会去了。再来呢，一个最大的禅机。你唔知我着，在你家有我着无？最大的禅机，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人家进到这个法门的时候，不要随便推到。上山容易啊，下山难呐、啊。下山容易啊，上山难。哦，这个呢，真重要。咱来到世间，出生投胎很容易，要回去很困难。啊，所以指望华山贵尊人，华山何事国僧人呢？是什么代志？过去去啊，亲，要回去很困难呢。下山容易，上山难呐、啊。投胎容易啊，回去难呐、啊。各位，这点真大的禅机。啊，那么接下来呢？那门口，我为什么要做两只狮子，两只狮来搞？狮子是魄力，啊，狮子是魄力。好，安塞的要领哎，咱门啊，众山皆高，南塞的打球起来，哎，扬起来。啊，北塞的，如果上面在北塞啊，往下看，低处低的所在爱南塞，管的所在爱北塞，就由上往下看众生，啊，这。啊，那么早上，那个师姐问我，老师究竟十二代怎么叫丢？头要往内，头要往内，哦，护着，这里头未来十方菩萨众等的，哦，所以咱家十二用南山，南山就徛观呢，北山就看街。在中国的地理，啊、哦，北方呢，啊、哦，那些边呢，往下往南看，往下看，啊，南是下面呢。往上承接，啊，承接，也就一来一往啊，一来一往。那么咱这里阶梯，啊，五几阶哈、啊？恁家上坡卡有剩无？五十九。五十九。哎，恁以后学禅的人，拐一个弯，摸一个脚，一来叫就是说，就禅的境界。以前老总统他要点将的时候，啊。一就来，哎、欸，你摸几个弯啊？啊，我五个弯，十六弯，你那颗星就掉了，不可能星啊！啊，你阶梯起来，要么哎，姐、欸，你走几个阶梯那么辛苦？总老总统呢，讲一句话，那谁增加？哦，干嘛那些空中球呢？事实上在考验你们，是不是很细腻？那么大家回到修佛寺来，
每一个地方罗盘啊，天牛，哎，这是什么卦？头前个是什么卦？啊、哦，大吉门，坏大门，门先进出犀牛，你拢无咧干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爱忏悔，啊、哦，这忏悔，这个我每一个所在转折的地方，哎，都是什么卦？这条是做什么卦？外面什么卦？所以你要学地理，要去外口学，你先来甲学好，你就比一个师傅较用啦。啊，因为这里呢，很多很多的禅机。这上去的，我家的，他这些欢欢喜喜，向龙啊那个，代表你要升高的时候，你要升官，要变官的是。一定要有龙龙，第一爱柔性才变官，第二呢，啊走路呢，你要升高呢，你要升官，啊要升官呢，啊那么已经有啊告诉这些人，你看弯弯曲曲，你要升州一定弯弯曲曲爬起来，无可能一撞的啦，你一撞起一定两年半喙齿吐了啊等，好要升州无可能。你要升官，你嘛爱走弯曲的路呢？这直直撞起，我是无官好做的啦。啊，还是弯弯曲曲哦，咱来回顾着哦，弯弯曲曲，人生是啥呢？这学到东西曲曲折折的，哈、啊，这里可以，这个叫做龙哦，龙家曲曲折折。啊，你走到这边有缘了，你要走过去续这个缘。啊，你转过来有缘的是家，你一进来就过来家。七座岩，就弯弯曲曲，弯弯曲曲就是龙性，龙性，好吧？啊，那么三个，这三个做基础，龙不是讲啊，任老师一三好人去街，不是这意思安尼尔。天地人，这个东西在三界，三界是什么界？三界是什么？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，啊，三改。色界、欲界、无色界，要超越三界，你一定。不过去的是啊，嘛是弯弯曲曲，就是无量劫、无量劫的去啊，就到。那个仙要成仙，要成佛，是的。心呢，就是咱的寸土之心、寸土之心啊、哦。所以寸土之心呢，就是四。你安尼弯弯翘翘、弯弯翘翘去哩，阿都我都达到寸土之心啊，方正之心，是为仙佛事。曾经有人讲，老师啊，你仙佛事，你那是安尼把仙在上面。佛仙师在丢，我看仙佛师才对。他说佛仙师才对，啊，不管啦，我仙佛师、仙佛师，不然你不要找我嘛。你打电话，你可以说仙佛佛仙师吗？啊，阿姨就讲了，直接卡掉了，底下先卡掉，佛仙师吗？唔对，是嘞，卡掉卡掉，啊，如果卡一盖，仙佛师吗？丢丢丢，我要找老师好，你要找仙佛师，仙佛师。老师就找不到，你要是要佛仙师，讲佛仙师，老师就找不到，里面有残疾啦，啊啊，这是圣道法官提醒哈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啊九五呢，五十九阶，上去下来五九，反过来是九五，我们禅宗哎，这相对又相融，相对又相融，什么相对呢？啊！你讲这边，我应这边；你讲这边，我应这边，但是都不离主题。那我讲，你吃饱未？你要来应？啊，没放晒。哦，你吃饱未？啊，你要变瘦啊？我未吃饭诶。哎，你无吃，无晒有放。人生的哲理。啊，你要放尿啊？我也没吃这个的，啊，那表示立马写，所以都是相对，所以九五五九啊，皆是禅机相对态，但禅宗，道理，啊，
好了，我们现在再上去哈。咱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在咱仙佛寺天地阁这个所在，富贵迎宾，福一孤嘞，迎欢迎各位。这嘛盘古神机，盘古的神机。三年级大学买十多钱的物件，哦，哇，这当时的，我你讲你买，吼，咱这石头墨是了，比较够久。哦，这个呢，就是妙妙在这里。咱看大地里，好地里，一定有众生，善良的众生也化形，没有化石哦，化形。所以这个乌龟，咱家这只，这是一个龟，龟的头，龟的脚，龟的壳。骨的两只脚，拍开，就安尼去。好，这是一个骨壳。回想在民国77年的时候，我买一块土地，78年开始要开花。78年把这款呢都交完的时候，台湾做书，他在这里写一下。还讲啊，这一支的都怪啊，好处怎样？怪啊！就是那个乃至怪王出的，叫做做书坐家呢，我俩坐家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咧过足久啊，我咧过准备坐，你也莫来过，我那边开下钱，好，我来搞做书，一阵见到人嘛，跟老伙仔人，安尼讲就无要紧，老伙仔人，我跟你过一只久一只咧，会当会收。